Hello，今天是一个星期三，然后今天我上完了我的最后一门课，考完了一个考试，然后还做了我最后一个 pre，然后我在法国的这个学习就结束了，然后现在打算去小超市买点吃的，然后对，就觉得还挺感慨，没想到3年这么快一下就过了。但是当然，我还有论文要写，还有一个论文答辩，所以。然后我刚才去邮局取了两个快递，一个是，Philnick 上面买的那个 Charlotte Tilbury 的那个 The Icon 的那个眼影盘吧，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之前买的一个那个靴子，终于到了，一直就没货，然后没发货，然后现在终于来了。耶，就是这个，我买的是一个那个软皮的八孔的一个马丁，比我想象的要好看，而且它真的好软啊，这个是一直没货了好久，然后终于有货了，给我发货了。啊，我觉得这个软皮的这个真的很舒服，就是，哎，确实真的是好舒服，而且因为它这是软的嘛，然后整体我觉得修的那个型儿就是也很好看，给你们看一下，不要嫌弃。后面有点乱，我刚拆完鞋盒，但是就是整体这个感觉，我觉得真的还就是挺好看的，满意。来，我们来一起打开看一下，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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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哎呦，哇，好漂亮啊，这些颜色，哇，好好看啊，哇，而且它运过来一点都没有碎，简直太好了，太完美了。但是它这个壳子的这个质感有点太塑料了，其实比我想象的要，没有那么有质感的感觉。哈哈，Hello，你可以看见我在这里面。Hello，大家好，今天是一个周五，然后我的室友他们那个课有一个考试，所以他去考试了，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然后哎，我就本来今天中午好像有一个我们项目负责人想给我们弄一个小的那种。就是见面会那种吧，就是交流一下啊什么的，但是我不太打算去了。然后我刚才正在看电脑，然后看到了我们前2天上课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么一个软件，叫做 MarkStreet。可能学 marketing 或者学 business 的朋友也有用过这个，或者老师介绍说很多 MBA 的项目也会用这个。然后我觉得我们很骄傲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这节课一共玩了7个 round。我们组终于在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赢了这个比赛，就很爽。我们最后是一个看它的这个evolution 的这个，然后主要还要看一个 net contribution，但是我们的 net contribution 也是最高的，而且到了最后我们组的这两个产品的sales volume 也很高，就很爽，因为一共玩了7轮，它中间这个你看只是 period 五到 period 七的一个变化，但其实从 period 零开始有非常无限多的一个变化，然后最后我们组依然是赢得了第一，然后也觉得很开心。Hello，今天是一个星期六，是周末啦。然后我就没有课了嘛，所以最近就是要在家写论文，写论文，写论文。然后对，今天阳光还挺好的。这是我前一阵染的那个红头发，现在我觉得有一点掉了，没有那么红了，就是变成这种比较棕红的。然后我觉得还就反而挺好看的，而且我染完之后感觉我发质就一直还可以吧，没有特别的那个受损的感觉。然后前一阵不是老出去旅游嘛，然后感觉就出去玩都吃胖了。这两天在家就是比较规范饮食了之后，感觉终于你们看我的下巴又回来一点儿了，感觉好像比那个旅游的时候好一点儿。给你们看我现在正在做的东西，我准备做这个瘦身果蔬汁。嘿，现在不是说它能减肥了，就是因为里边用到了芹菜、黄瓜还有苹果，都是属于比较有营养，然后饱腹感强又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会促进你肠道蠕动，可以帮助你排便排毒，然后从而达到一个可以减肚子的这么一个效果吧，并不是说喝它就能瘦了，但是呀，然后我感觉我芹菜有点放多了，现在放了黄瓜，放。
不下苹果了，准备先炸它一遍，然后再把苹果丁放进去。Hello， 今天是周日早晨了，现在起了床，正在给自己煮养生水，就是比较润肠通便的，就是对肠胃好的。里面放决明子、荷叶，然后下面还有那个山楂，这样一起煮水。你想泡也可以，你想煮也可以，因为最近一直都会在家嘛，所以我就准备煮一大锅。然后这个都是我从国内带来的这种罐儿的。山楂我最喜欢买同仁堂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味道最好的。其实我柜子里还带了好多养生的，金银花也有，玫瑰花我已经喝完了，这个同仁堂这个玫瑰花也好喝。然后我现在就是要往这里面灌上水之后，然后就要开煮。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一个星期三，然后我这两天就一直在收拾行李，因为我明天就要回国了，耶！然后，哎，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吃什么东西都就是没有什么食欲的那种感觉，然后我现在正在悲惨的吃着一个泡面，然后我也是吃了两口就很没有心情继续吃。我现在一直都爱用这种微波炉做法做这个面，它会把那个汤汁都吸进去，但是我真的是吃不下了。这两天我一直在看 Netflix 上面有《丁丁历险记》，我小时候巨爱看《丁丁历险记》，然后就是那会儿，那个漫画书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结果我才发现 Netflix 上面有这个，但是因为它是那个比利时的作家做的那个动画人物，所以它这个上面只有法语的，对，但是还挺好看的。坐了火车到了机场了，现在正在机场等着。我刚才一下车就赶紧拿了一个推车，然后推着我所有的这些行李，现在要上去赶紧把他们都托运走，然后我就轻生。哇，简直好在这一路上就是都有人帮我，然后包括刚才下火车也是有一个那个小男孩，他帮我就是拎下来的，然后我就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包括在火车上也是拎上那个架子，也有一个男的帮我拎来着，就是我觉得这边人真的都好善良。我现在正在排队等着要坐电梯，这个电梯超级的慢，一次只能进一两个人，而且还要就是等很久才会回来，所以我现在正在等着。我现在终于到北京机场了，然后我正在等着我的行李，我一共有两个大箱子和一个小箱子要拖，就很崩溃，所以我拿了个车，然后还有那个在巴黎就是免税店买的东西，然后也有两件兜子，哎天啊，我就一会儿给它拖出去吧。啊，然后我真的超级的累，我感觉现在整个人都已经累得不行了，赶紧拿了行李一会儿就可以出去了。
终于推出来了，看我装了多少东西，这一次都是我刚刚给推出来的。能这能推到哪儿？能推到停车场。我今天要累瘫了，太热了。行了，都装下了，走吧，走。我们到家附近的这个餐馆先来吃早饭，还是有一次冬天那个回国 vlog， 就是也是先来这吃的那个早饭。Hello， 我刚才在这看，突然发现一只狗狗。哎呀 ，Hello， 哎，我的早饭来了，我心心念的这个豆泡汤，里边加上麻酱、腐乳、韭菜花，然后再撒一把香菜，巨好吃。还有我的糖油饼。让马哥来试一下我们的情侣鞋。哎，这跟你的裤子还挺配的，跟你今天大小合适吗？合适。不大吗？不大。嗯，太好了。我现在是出去跟马哥玩完回家了，然后哎呦，我这回是回来吧，结果正好跟我姐岔开了，她在我回国前一天又走了回去了，然后看见好多她留给我的东西，有这个雅诗兰黛的，她前一阵去日本玩了，还有这面膜好像特别火，然后对我让他帮我从免税店带了一个那个科颜氏的这个金盏花爽肤水，据说就是好像去痘啊消炎的功效特别好。对，我每次一回北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前面鼻子这一块就会特别容易泛红。今天来帮老爷办点事儿，老爷的学生给他办了个吃饭的那种会，我开车来的。我今天出去办事的任务已经结束了，然后我现在准备去长安大悦城和马哥吃吃喝喝去。我现在已经到了金台路了，今天难得我到的比马哥早，然后变成了我等他，往常都是他到的比较早，然后他要等我。啊，我的头帘已经都乱了，我那天自己修了一下，然后现在就是要等等他，然后我们一会儿去长安大悦城。我已经很久都没去长安大悦城了，主要是挺想喝那个喜茶的。嘿嘿，我们见面啦！他今天穿了好丑一个外套，然后我命令他脱掉，因为太丑了。我们现在走到这边了，要来吃傅小姐在成都。我们已经想了好久了，要吃这个傅小姐在成都，想吃她那个串串了。现在过来，不知道人多不多，但是我们特意挑了这个，现在是4点多，不到5点，觉得应该还好。如果正好饭点来，可能真的会人特别多吧，不知道。所以我们决定先吃饭，然后再去逛那个长安大悦城。刚才看长安大悦城还新开了挺多东西的，一会儿可以逛一逛，还可以喝喜茶，你说是不是？是。你又是。我们点的豌杂面和红油抄手上了，你先吃吧。可是我们的串串还没来，我们就剩一个串串了吧。
比如你看马关货豌杂面的神迹，我原来不知道有豌杂面这个东西，还是那会儿就是海底捞有那个豌杂面啊，特别好吃。然后有一次我俩去吃海底捞的时候，他介绍给我的，然后我才知道哦，还有豌杂面这么个东西，然后发现也真的很好吃。来吧，你来撸一下拌一下比较有味。什么叫撸一下？就把它都吞下来然后拌一下比较有味，我觉得他说的是这个意思。So. 或者你要是不想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有点不好。我们吃完了，我觉得还是一样的好吃，但就太辣了，把我们俩都辣得够呛，你说对吗？对。你都不说话，对，告诉他们又该刷了。哎呀，满哥都不说话，哎呀，都让满哥说说话。我们现在想去买喜茶喝。喜茶。每次吃完辣的都会觉得特别的那个什么，就是因为你吃辣，你肯定会不停的擤鼻涕啊什么的啊，好可爱，狗狗，你肯定会不停的，比如说擤鼻涕啊、擦嘴啊什么的，然后就特别容易花妆，就是吃辣就会这样。来朝月去逛一逛，可能新开了很多店，我现在都很久没来了，都不知道了。嗯，好。我们来买喜茶了，依然人还是一样的多。他现在出面包了，我们准备买一个这个流沙牛角，然后新出的荔枝的，我买了荔枝的饮料，然后马哥买了波波冰淇淋，我们还没有吃过喜茶的冰淇淋呢。或许你期待这个冰淇淋吗？什么意思？咱们吃过喜茶的，当时在阴天美甲。想起来了。哇，热。因为它浇上去是热的，它有一种就是冰激凌奶茶的感觉，因为它上面浇的也是那个黑糖，然后和那个珍珠。现在朝月居然开了一家奈雪，我感觉和喜茶形成直接竞争。Hello. 而他依然在喝711的这个伊豆安的这个浓茶，笑屁啊！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们今天中午想来吃成都葫芦娃火锅，滋火锅啊！这个又开了一个，这个我在大众点评上也看见了。这边现在真的是开了好多火锅，就是三里屯这个中国红街这一块。上次我们来吃电台巷也排了好久，然后今天来吃那个葫芦娃。他上次跟他的朋友来吃过一次，说还行，所以今天我也来尝一尝，我们也来尝一尝。我因为一直看这家店，一直想吃，但是都没有机会吃。而且我最爱吃火锅了。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说了呀。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应该就是从这儿进了吧？走吧，我们去吃葫芦娃火锅。我今天穿了一个在网上买的黄色的外套。哎呦，有人呢。他背了我上次买大的这个腰包，然后我自己不愿意要了就给他了。我的小鞋吧穿的是
我的小鞋吧穿的是 Dr. Martens 那个软皮的靴子。很下机。我们到啦，两位。哇，好香啊，是那股草药的那个味道。哎，它这个环境还挺好的耶，有点那种很怎么讲中式的感觉，但是它应该是个重庆火锅对吗？好。哇，阳光味太好了，谢谢。我们现在吃完了火锅，然后我的头脸来三里屯这一片逛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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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里屯 SOHO 有一个叫做 COCO 什么呀，这应该念就是这个啊，对不上焦，对焦，就是这个，这一家卖那个椰子制品的。然后他们这椰子三兄弟我们都一致觉得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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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喝，它里边有椰汁儿、椰肉和椰青，对吧？然后它那个椰青是那种就是像椰奶冻一样的东西在里边，然后特别好喝。我们来星巴克尝了它新出的这个，然后因为前两天弄的那个会员卡里边有一个券，所以我这杯只花了3块钱，但我觉得一般，就是首先我觉得它太甜了，我忘了跟他说让他不要摁糖浆，如果他放了的话。其次就是我觉得就像一杯柠檬茶里边放了一丢丢咖啡，就说实话一般，我就不是很好喝。你觉得呢，采访你，你觉得怎么样？好久没来三里屯这边了，今天天儿倒是挺好的。哎。小姐的玫瑰饼，走吧，我们去买逆光吧，现在长不好看吧？还挺好看的，那你的红头发特别好看，真的，真的超好看，就是我的投影在你身上。哎，那个居然现在开咖啡了，那个本来是一个卖笔记本的店。What？哪个笔记本？是笔记本笔记本还是笔记手写笔？干嘛？我们现在准备去买一个叫做宇宙饮料店的，它的特色呢是它没有人在里边做，就是是机器给你做饮料，我们觉得还挺有趣的，想去看一看。不是本来说你来介绍吗？你怎么不说话呀？因为我想让你介绍。那你举高高，比较好听。你举高高，举到你自己。嗯，到了。都看不到你。到了。快举高高。嗯，我的袜子都是你想喝什么？